咋了，哥？睡不着啊？啊，不是，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出来走走。啊，我回去了。哎，着啥急呀？聊会天呗。啊，来来来，哎呀，着啥急呀？来，坐坐坐，好吃的你啊。瞧你紧张的。其实我大桃呢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是你的菜，你也不是我的菜，咱俩在一起根本就不合适。你是啥身份，我是啥身份啊？对吧？ 哎呀，我跟没这么想啊，其实都一样的。哎呀，一个人睡觉啊，真的太寂寞了。你说到哪儿去找人给暖暖脚呢？哥，你睡觉冷不冷啊？不冷。瞎说，我就觉得冷。那你可以找护士要床被子吗？ 你是猪脑子吗？嗯，这被子能跟人比啊？这被子有手有脚吗？哦，对，说的也是啊，是。大哥，要不咱俩在一起互相取取暖，你说怎么样？大桃，嗯，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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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们得赶紧走了，一会儿上班来不及了啊！哎呀，去哪儿？咱们去洗衣店呀！我不去洗衣店。哎呀，我不去洗衣店，我要去菜市场，我要去。你去菜市场干什么呀？我找师傅，师傅给我买带鱼，我炸带鱼。他没在菜市场，在洗衣店呢。咱们先上那儿去找去。你瞎说！你瞎说！他在菜市场，他在菜市场，他在菜市场。喂，啊，韩姐，不韩姐。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知道我就去了。那个，我妈今天有点闹，那什么，不去，我马上要到你，你先跟员工说一声，你先跟大伙说，我待会儿到了咱们再开会啊。不说，不说，好嘞，好嘞，不说，不开会，不开会，妈，听话。嗯，好了，不哭了啊啊，我错了，我错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好了，菜市场，嗯，咱们上菜市场。 啊，先把衣服穿上，要不然我不领你去。去菜市场，菜市场，去菜市场，来来，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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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好好，走走，哎，好嘞，好嘞，我来，我来，我来，啊，好嘞，好嘞，好嘞，菜市场，菜市场，妈，慢点，妈，妈，你慢点，到了，到了，到了。 有没有？好好看看。没有。没有吧？咱们找过了是吧？你先跟我回店里，待会儿我让韩姐带你过来再找师傅，行不行？走走走，妈，听话，妈，听话，走走走，妈，大姐，怎么这么拉这老太太啊？你说她这么大年纪了，哪经得住你这么拉她呀？哎，老太太，她是你什么人啊？妈，你干什么呀？你不认识我啦？那个。 她是我婆婆，我这有点事儿，着急要走啊！来，妈，咱们走。妈，我说你放开她，放开她。你说这老人不就想吃点炸带鱼吗？你给她买点不就行了吗？你说这玩意儿能花几个钱啊？啊，让老人费这么大劲。你说她是你婆婆。
这要是你妈，你能这么推来搡去的对待吗？真是啊，这是什么儿媳妇啊？这属虐待老人吧？报警吗？别大姨，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我妈呀，她精神有点问题，现在犯病了，知道吗？哎、妈，你能听话吗？妈，你得不犯病，你能欺负她？你这也太狠了！哎，咱能把她拍下来？我没有想拍，大家都拍，别这样行吗？大家都拍一下，什么儿媳妇儿啊？拿刀给我拍一下！妈，别拍，别拍，别拍，行吗？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给我站住！妈，你能不能听我话呀？走走走，啊妈！怎么了，静姐？奶奶，建新，我妈她说什么要找宽子，我没辙了，就带她上这儿来找找。宽子根本不在这儿啊，她就闹上了。我单位还要开会呢，你说？这样，你呀、先去开会，把她交给我，我带她转转，一会儿好了以后，我再给你送到店里去呗。奶奶，认识我吗？建新。妈，那你跟建新在这儿，我得上班去了啊！谢谢啊，走，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大鱼啊，好，咱买熟的，这生的，完了，买熟的，买熟的，啊，散了吧。书上不写了吗？有一页，就说，亲属，就是，还有许多问题。不好意思啊。你算一下那个，我算一下数 ，RHB 加 CH 二十代数射线。哎，是吧？这有问题吧？这个。这题，你看这个代数它是能代入到这个式子里的，所以它就选那个答案。你从后往前推就试试。嗯，好的。我帮你算一下啊。搞不定这个吴知州，我还搞不定他五姨吗？维护好依依家的关系，必须得做点什么。星泽，你过来一下。司徒总，什么事儿？你这样，你去安排一下。你做一把结实漂亮的大伞，上面打上咱们公司的 logo， 我明天就要。好嘞，马上下单子。哎，王律师，是我，是这样啊。你跟那个佳木的学校联系一下，明天我想搞一场这个劳动模范的讲演，啊，你跟他们校长说，咱们公司呢给他提供一些赞助，好吧，尽快啊，越快越好。好嘞，哎呀，东窗不亮西窗亮。你好，你找谁呀？是这样，您是五一一的妈妈吗？对呀。是这样，我是一学校的。哦，你有什么事儿吗？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说就行。是这样，那个我们知道您在这工作已经很多年了，邻居们也说了，说你把这里打理得非常干净，
这个好像有过听说过，有过拾金不昧的事儿，对吧？嗨，靠劳动吃饭呗，咱不能贪小便宜。您说的太对了，是这样，我们学校呢想对学生进行一次传统教育，想让学生们呢学习一下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我想请你到学校讲一下你的亲身经历，你看行吗？我呀，哎呦不，可不行可不行，我不会说话。你听我说啊，非常简单，你就用最简朴的语言把你生活中还有这些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情况给他们说就行了，然后呢我这边会给你报酬的。还有报酬啊？那更不好意思了。那个你看，这不是按劳分配嘛，对吧？那个要不这样，我就一个小时给您300块钱，您觉得可以吗？啊，这么些钱，怪吓人的。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好吗？行。那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呢给学生们一个惊喜，我希望这件事情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依依在内，行吗？谁都不能说啊。嗯嗯嗯。行。行啊。行。那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好，好。哎，好，再见啊。哎，那您慢走啊。好嘞。哎。来了，喂。喂，丁姐。啊，有事儿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吴志洲那儿呢，我是搞不定了啊，但是那五一父母，我是搞定了啊。真的？你可别办冒失事儿啊。不会的，不会的。放心吧，这回肯定是加分啊！那你说说，你用什么办法搞定的？这个呢，我只能是暂时保密啊。不过呢，你就放心吧，肯定没问题。好嘞，挂了啊。好，挂了。嘿嘿嘿，哎呀，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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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舒服，哎呀，舒服，舒服，舒服，啊，啊啊，啊，嘿嘿嘿嘿，哎呀，哎呀，哎呀，舒服，舒服。老爷，你稍微控制一下，你笑太厉害，这耳朵别动弹啊，慢慢来，慢点啊，对对对对，稍微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嘿嘿，啊，好了，整个彻底干净了啊，舒服舒服，好，老爷子更舒服在后边了，你等着啊，哎，好，哎呀，爽，爽爽爽爽爽，首长还有更舒服的事呢，今儿天不错，咱脱光了好好洗一个。要不，老爷子，我知道你肯定嫌麻烦，你手术做完以后应该没洗过吧？肯定你不让别人洗吧？你相信我好吧？一个是我看你这个床上老掉皮，这我给你好好彻底洗一下，你放心，让你舒舒服服的。洗完以后给你放点润肤露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换上新衣服，好吧？干净的。我感冒，感冒了，你负责任啊。大爷，这就不错了，你上哪找这么好的护工去啊？人家主动给你洗澡，你还不干？洗吧，感冒不了。来，我给你拿下体温计。那给我儿子打个电话，他让我洗我就洗，他不让我洗我就不洗。好好好，再打电话是吧？手机好，我来了。开门。嗯，好。好，来了，通了，提上机了，直接打。喂，哎，韩梅啊，哎，
我那个新兵啊，就叫那个李宽的，他说他要给我洗澡，我怕感冒了，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要让我洗呢，我就洗，那好吧，同意啦，好了，那咱马上洗起来啊。哎，师傅，您这是怎么给洗的呀？这不都湿了吗？哎，你看这实习生也不懂吧？来，你给我帮我拿一下。哎，等一下。好的。你看吧，这专门照顾病人的啊，新型的放大的卫生护垫。哦。吸水性强，而且还浸不着他皮肤。我把它这几块都给它铺下去。行。再拿这个叠的垫上这个，这样的然后再搞一层，洗完以后再给它擦擦，一点问题没有。行。好，老爷子。老爷子，拿这边鞋。啊，不好意思，您回避一下吧，老爷子害羞。好。来，咱先洗下半身，好吧？来，我先给你垫下吧啊，老爷子。来，翘翘你高贵的屁股，手掌。哎呀，来啦！哎呀，老爷子挺沉的，来，我给你脱了啊。大刘，啊，你看啊，这微博上曝光了一个虐待婆婆的儿媳，哇，你看这老太太，是不是很可怜啊？哎呦喂，还真有这么狠心的女人啊！你看把老人给拉拽成啥样了？我说这些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这么对待老人，他儿子肯定是窝囊废。哎，鹏哥、啊，你看微博上曝光了一个女人虐待婆婆，你看看吧。啊，不，这我也不太懂啊，你看吧。你干嘛去啊？我这刚跟老爹洗完澡了，把这东西都扔掉。大爷还等着我换衣服呢。哦，不团结啊！你看吧。算了，别理他。快，团结！你看这谁呀？这什么呀？这是？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呀？人家报复他就跟着他，看见他们娘俩就拍，不，怎么上这上头去了呢？韩姐，你不是上下五千年没有不知道的吗？你怎么连微博都不懂啊？这肯定啊，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现场正好拍到了，随手这么一拍，一案件就传到网上了呗。他又不是名人明星的，上什么微博呀？韩姐，咱能不这么老土吗？现在老百姓都能上春晚了，上个微博有什么稀奇的？你把你手机拿过来，我现在就给你注册一个。对，注册。哎，用不着。哎，姐，你回来了，你看看这个，你看这怎么回事？我妈回来了吗？啊，回来了，接亲送回来了，在那睡觉呢。啊，哎，不是，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不用看，我知道。啊，你知道啊？那你赶紧告他去啊，告你侵权。哎呀，无所谓，随便发啊，小张。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公司开会，这个月咱们杰杰洗衣店的利润又排在了公司的第一位。哎呀，有奖品！司徒跟我要谢谢大家。还是那句话，加油，加油！我去看看我妈。哎，谢谢经理。啊，都干活去，继续努力，加油！给。小李子，怎么了？
出大事了啊！快，怎么了？回来！啊，怎么了？快点，快点，出事了！上面，啊，漏水啊！什么地方漏水？什么漏水了？满天都是日本的飞机！快开炮！大爷呀，大爷，咱能不能别大白天搞军事演习？好吧，把我给吓死了！你这不折腾人吗？这不，你得那吓出事了，人站好，预定。抬头，挺胸，收腹，收腹。行了吧，大爷，折腾够了吧？你要干什么？打手掌吗？松手。我花钱雇你来，是让你陪我玩来了，不是让你睡大觉的。老爷子，你还讲不讲理啊？这不是你要睡会儿觉，让我不要在你边上，你让我到外屋乖乖在沙发上打个盹儿。这，我让你睡觉啊，让你睡得像死猪了呀？我只是让你打个盹儿，啊，我手掌醒了，你还没醒呢。哎，大爷大爷，我跟你讲哈，是这样的，您儿子花钱让我来伺候你的，照顾你生活，就是我真陪不你玩这些游戏。什么手掌啊，就你醒我醒的呀，好不好？不玩这游戏，好不好？我可以吃苦受累都没关系，我也不嫌脏。那不演戏，那你，我该吃药了，你给我拿药去。哦，是该吃药了，那行，咱进屋吃药哈，这可以来。不，我就在这儿。好好，那你坐好，你慢点啊。尼福达。来，水。大爷，你慢点，别噎着，大爷，慢点。什么大爷？首长，这个地方习气怎么总是改不了呢？啊！当年我在我部队的时候，那连以上的干部那都是我培养提拔的，啊，有的进步的快啊，当了团长，当了师长。还有当军长的，宽子，宽子，你帮我个忙吧。是怎么了？那我病人摔地上了，我不敢动他呀。啊，快点，快点，马上去，马上去。不许去。哦，我把人扶上就回来。给我倒点水来。不是，我去帮着忙就回来，摔着人了。回来。哎呀，你马上就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疼了，没有，没事，宽哥，没事，没事，那个什么，你别动，先别动啊，你是现在哪儿疼？屁股。哦，我知道，那就是摔的，你别动，我看看，这疼吗？哦，不疼。来，这样，这疼不疼？腰。啊，那没事，没事，好，来，别着急啊，哎，来，一二三，慢点。好，我慢，来了，好。哎呀。下注意点啊！哦，谢谢你啊，坤哥。我赶紧过去了啊。阿娘，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大爷，来，咱回屋吧，好吧，回屋。你个混蛋，混球，混蛋！我儿子花钱雇你是让你来照顾我的，不是照顾别人的。不是，人家大桃不是也过来帮我咱的忙吗？人家掉地下了，那我去帮个忙，我去帮人扶一下子，怎么了？那也不行，你现在照顾我，哪怕是天王老子，哪怕是你娘，你也得先照顾我。你刚才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我再说一遍，哪怕是你娘，也得先照顾我首长。首长个屁啊！首长，我就出去照顾这三分钟。哦，我娘有点事，我去个三分钟都不行，亲娘都不行了。行，你这个首长我还不伺候了，好吧？你给你儿子当吧，今天工钱我也不要了，我不干了，行了吧？不伺候你了，伺候不起。
见。嗯。回来，你不上进步了。大哥，大哥，大哥，你走啥呀？你工资还没拿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出来干活不是跟人生气的，那老头就那样。你还走啥呀？我伺候我妈都没像伺候她这么耐心。其实老爷子他要求我都不过分，我怎么吃苦怎么伺候他我都愿意。哎呀，问题他说话让人忍受不了，真的我实在受不了了。抱歉，我走了。哎，大哥，要不这样吧，我现在就给郝美丽打电话，咱们拿了工资再走行吗？啊，喂，郝姐你在哪儿呢？哎，那就太好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倔老头啊，要把李宽给气走了。啊，气走了？别别让李宽走啊！现在活动人少的，正缺人手呢。他走了谁替呀？千万别让他走啊！我马上过来。啊，行行行，我扣着呢。那你赶快下来啊，我们在楼下等你。好，好，好。啊，哥，已经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下来。司徒啊，哎，这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高考专业辅导小段，段宝平。哎，你好，你好，段爷，来，请坐，请坐，请坐，来，往坐。辛苦啊，喝点什么？随便。好，你喝点这个。好吧，自己来吧。那个段先生，想必应该也知道，这两个孩子事儿啊，让人费心了啊。小段，咱们今天看门见山，司徒总的两个孩子今天要考大学，希望能在你这儿寻求到一些帮助。司徒总，你们算是找对了庙门了。那您看，我想问一下，这件事儿应该不是您一个人吧？应该还有一个团队。当然了，现在做什么都讲究个团队嘛，本身这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每个环节都要有周密的计划。具体的内容呢，我也不便透露。你们要做的就是相信我。相信，相信，绝对相信。要不然的话，怎么把您请来呢？啊，你看，段先生，这个呢是定金。那个段先生，这件事儿呢，您务必给办漂亮啊，麻烦您了。还有呢，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敬你。李宽兄弟，你怎么这样？怎么行呢？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这违约，你知道吗？他不是，这个老人真的实在太难缠了，我真的干不了了。麻烦你呢，把工资给我结了，我好走。你违约，你还找我要钱啊？我还没找你要钱呢。那行，那个就今天的工资我不算了，之前干那几天你可以给我吧。你违约啊？你这么理直气壮，你找我要钱？行，咱们俩谈谈条件。什么条件？这样，你的工钱呢我都给你，今天的我也给你，但是呢你得给我再接个活，因为我腾不出手来了。哎。这可是因为你违约造成的。行，那你再接个活，去接个什么活呢？还是去做护工，去护理别的病人，这次是个中年人。那行，我可以干。是不是全护？不是全护，是夜护，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特别的轻松，就是晚上陪着病号睡一觉，然后搭把手。哦，那工资大概多少？工资1200。那我不干了，那我不干，算我不干了。你不干的话，这次的工钱我也没法结给你，因为客户还没有结给我呢。走了。哎，郝姐，宽哥，要不再商量商量吧？啊，
不是那个好姐，不是我不想干，真的，关键是我就想干个全货，有全货立马就接了。哎呀，李宽兄弟啊，你这样你先干着行不行？你先帮姐这么一个忙，等到有全货给你换，你看行吗？那好，那好，那我就干吧。好好好。哎，姐，要不把工资先结一下呗？没问题。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又找到了新的辅导老师，那都是一流水平，每年都有孩子考进清华北大的。哦，那太好了，我替两个孩子谢谢你了。谢什么呀，我应该的嘛，对不对？你知道吗，为了这两个孩子，我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那就跟他们俩说，让他们俩好好上学，考大学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啊。行了，没事，我挂了啊。哎，我没说完呢。喂，儿子，儿子，儿子，妈，啊，妈，你怎么了？没事，你去给妈倒杯水。啊，好。你这是怎么了？啊，没事，肚子疼。不是，这大晚上好好怎么肚子疼？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没事吧？用不用陪你去医院呢？哎呀，没事没事，吃完药就好了。那个，你快好好躺着。啊，没事，这样舒服。去睡觉吧，妈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我在这看你一会儿。哎呀，快睡觉，明天别耽误上课。妈没事，没事。你真没事？嗯。你说不行，咱就去医院。哎呀，我心里有数，快回睡觉。行，你有什么事叫我啊。哎呀妈，你今天必须得去医院啊。是呀。我知道了啊，我呀先送你奶奶到店里，然后妈就去医院。嗯，妈，你真的不要紧？说了没事就没事嘛啊！你们俩赶紧上学去，别迟到了。嗯，行，那我们走了啊。走了。啊，妈再见。妈，妈，这回来我就听话了。嗯嗯，行。等会儿妈，来，来来来，进，哎，进进。好，慢点啊。嗯。来，药揣上了吧？嗯，揣。慢点，有点滑啊。嗯。来，等会儿。慢点啊。嗯。
韩姐。韩姐，哎，妈。干妈，上班来了。韩姐，嗯，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妈，我想到前面诊所去瞧瞧。谁？怎么了？没有我，啊，不知道为什么肚子一直在痛。那不是怎么个疼法啊？左边还是右边啊？也说不出来，反正这儿都不舒服。你一摁一弹疼不疼？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去看看就知道。啊，那行吧。妈，你跟韩姐进屋吧，别闹啊。走走，咱上班了啊。好嘞，妈，有事你打电话啊。哎哎，好嘞，走嘞走嘞，上班。姐，娘，你怎么来了？我刚才给你打电话，听你声音有点不对啊，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了？没什么事儿，就肚子一直在痛。现在好点没？没有。走，带上医院看一看吧。不用，上什么医院呀？小题大做，我就到前面那个诊所一看就行。那个小诊所能看出什么来？啊，上医院去看一看。不用吧。听话，走吧。啊，走。你不听话了你？啊。这儿疼吗？不疼。这儿呢？这儿有一点儿。这块疼吗？这儿也不疼。既然来医院，你为什么还要吃止疼药啊？我那个单位比较忙，所以吃点止疼药，我是怕耽误事儿。以后我给你开张单子。做个 B 超。哎，好的。那个大夫，没什么事儿，不用做 B 超了吧？还是做一下比较好吧。嗯，谢谢。谢谢啊。走，先坐一下吧。啊，放心点。走，慢点。哎，李师傅，帽子落在 X 光室了，麻烦你去拿一下。好的，好的，好。在这休息一会儿，来，坐。哎，在这坐一下。你拿下包。给。说没关系，不用到医院来看，你非要来吗？真的能坚持？没事儿。那咱们明天来好吗？嗯。来，走，包给我。哎，这边电梯。